好，看看我今天买的菜啊，先买了两个巧克力包，又买了两个巧克力，啊，有巧克力的糖，然后呢，就买了些西红柿和苹果，然后是一束香菜，然后还有香蕉，还有芹菜。看芹菜了，芹菜，对，然后呢，还有肉馅儿，牛肉馅儿，然后正好有猪蹄子，猪蹄儿，哈，然后又买了大白菜，大白菜，OK。所以这些呢，一共花了多少钱呢？我今天还比较满意，又有肉又有菜哈，一共花了39块钱，也就40块钱，39块钱。看看啊，看，第一个是。第一个是。Snack bar，是一个 bar。第二个是 meat，7块，1毛3。再一个是猪脚，6块钱，猪脚6块钱。然后香蕉是1块7毛3。然后是苹果是2块5毛2，芹菜是2块9毛9，香菜还挺贵的，香菜还成了3块9毛8了，苹果是，哦，西红柿是。5块05分，芹菜是1块9毛9。哎呀，他是多收了我的钱嘛？苹果完，tomato，cilantro，celery。什么是 green leaf lettuce？坏了，肯定是给我多算了一种。你看吧，每次买菜就应该仔细看一下，要不然很多时候就算错了。这多给我算了，给我多算了2块9毛9。我没买什么 green leaf lettuce，我哪有？我没有，他给我多算了。哎呀，就是养不成习惯，养成习惯，买了完了一定要对一下，对一下账单才行。这样的话，我本来心情很好，觉得今天买的菜都挺全的，那这一下心情不好了。嗯，下次注意。